那有真侪乡亲，若听到粪扫车音乐，拢是用装的，要来倒喷倒粪扫，啊，拢无咧看车是真危险哦。婚姻一个61岁太太，就是刚出门要来倒喷，结果被机车弄一个头壳来出血，机车的骑士嘛来受伤。这个骑士讲，伊当时看到太太汹汹冲出来，根本都未赴动车。清洁队的大喷火收车来啊！一个妇人赶紧过大路要拼粪扫，一台机车骑过来。妇人当场弄一个飞起，摔在地土脚。你到位的时阵，就倒在土脚。嗯。以前还袂开始流的，但是我甲救的先甲按起来，先火就开始流，随救护车。妇人的头壳内出血，倒边肩胛骨折，也伫家护病房急救。骑车去弄妇人的骑士嘛受伤，伊看到妇人汹涌走出来，已经冻袂赴啊。初步判断啦吼，那机车驾驶吼，他未注意前方状况嘛，那个妇人要横过马路哦，刚好路旁有一部车子，有一点挡到视线啦。附近的民众讲，清洁队的大喷火收车，每届来拢敢那惊单向的车道，带伫对向的住户都爱过大路。过平，那去对面的对哦。有啊。哦，啊车就侪吼。有啊，车要来足侪啊。为了避免阁有人要倒这大喷，赶紧冲过大路，被车弄到。清洁队甲公所讲，会赶紧规划，将单向的清温改做双向。